禅宗专辑典籍读诵国语版。破音字漏读，字音请自行对照文字档更正。美国佛教会佛教电脑资讯库功德会网站提供档案下载。禅宗专辑所收经典一览表9808，禅宗专辑典籍读诵国语版。三集禅圆珠全集都续卷。B 名为我执，梦执必任他乡贫苦身，为己本身。八执此四大为我身故，法尔贪爱顺情诸境欲以润我，嗔嫌为情诸境恐损恼我，愚痴之情种种计效。此是三毒，如梦在他乡所见为顺等事，亦贪嗔也。九由此故造善恶等业，梦中或偷夺打骂，或行恩不得，十业成难逃，如影响应于行生，故受六道业系苦乐相。如梦因偷夺打骂，彼捉加进绝罚，或因行恩得报举荐拜官属职，此上时重生起四地，血脉连接形相甚明，但约理观心而推照，即历然可见。四遍悟后修正，还有十众翻望极真，无别法故，然迷悟亦别顺逆四书。前世迷真逐妄，从微细顺似生气，辗转至粗，后乃悟妄归真，从粗重逆似断除，辗转至细，以能翻之至，自浅之深，粗障亦浅，浅至即能翻故，细或难除，深至方能断故。故后时从末逆四翻破前时，为后一前二有少三差，下当显示十众者。禅圆珠全集都续卷下之一，禅圆珠全集都续卷下之二，唐归峰山沙门宗秘术一位有众生欲善之事，开示上说本觉真心，素是曾闻今得解悟，若素生未闻，今闻必不信，或信而不解。虽人人等有佛性，今现有不信不悟者，是此类也。四大非我，五蕴皆空，信自真如及三宝德，信自心本不虚妄本，不变亦故曰真如。故论云，自信己性之心妄动无别境界。又云，信心有四种，一信根本乐念真如，二信佛有无量功德常念亲近供养，三信法有大利益常念修行，四信僧能修正行自利利他常乐亲近。悟前一番前二成此第一众也。二发悲志愿是正菩提，发悲心者欲度众生，发志心者欲乐达一切法，发愿心者欲修万行以资悲志。三随分修习知戒忍尽及止观等增长信根。论云，修行有五能成此信，止观何谓一行，故六度为成五也。四大菩提心从此显发，以上三心开发。论云，信成就发心者有三种，一者执心正念真如法故，二者身心乐及诸善行故，三发大悲心欲拨一切众生苦故。
无以知法性无天等心。等者贪欲嗔恚懈怠散乱愚痴。六随顺修行，六波罗蜜定慧利用。初修明止观，成就明定慧，我法双亡。初发心识，以约交理观而直空。今即定慧立观自觉空也，无自无他，正我空无，常空常幻，正法空六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故常空常幻也。其余色自在一切融通，迷时不知从自心变，故不自在。今因二空至达，知故融通也。八于心自在无所不照，既不见心外别有境界，境界为心，故自在也。九满足方便一念相应，觉心出起心无出相，离微细念心即常住，直觉于迷缘，明究竟觉。从初发心即修无念，至此方得成就。成就故即入佛位也。实心即无念，则无别始觉之殊，本来平等同一觉故，明于根本真净心源。应用尘沙，尽未来即常住法界，感而即通，明大觉尊。佛无异，佛是本佛，无别心成故，普见一切众生皆同成等正觉，故迷与悟各有，十众顺逆相翻，形相甚显。此之第一对前一二，此时和前第一，于八皆从后逆四翻破前八，一中悟前第一本觉，翻前第二不觉，前已不觉乖于本觉。真妄相为故开未两重，今以悟即明福，明福相顺无别止悟，故合之为一。又若俱逆顺之四，此一合翻前十，今以顿悟门中理须直认本体，翻前本迷故对前一二。上云三叉即是此也。二中由不生死之苦，发三心自度度他故，对前第十六道生死，三修五行翻前第九道业，四三心开发翻前第八三毒，悲心翻智心翻痴怨心翻贪，五正我空翻前第七我执，六正法空翻前第六法执，七色自在翻前第五境界，八心自在翻前第四能见，九离念翻前第三念起，故十成佛佛无别体。但是始觉翻前第二不觉，和前第一本觉，十本不二，唯是真如显现，名为法身大觉，故与初悟无二体也。顺逆之四三叉正由此矣。一即因该果害，十即果彻因缘。涅经云，发心毕竟二不别。华严经云，初发心时得阿菩提，正是此意。然虽顺逆相对前后相照，法亦昭彰，有孔文不顿，书亦不并显，首尾相隔不得其度，今更化之为图，令凡圣本末大藏经宗一时现于心境，此图头在中心，云众生心三字是也。从此三字读之，分向两判，诸化表净妙之法，末化表垢染之法，一一寻却脉详之。诸位此灵号，寂静法十众之四，莫为此号。
既然法时众之四，此号是本论之文，此典是一说论文耳。按原文此处有三张图，今附于最后，详究前述地观此图，对堪自他吉祥贤圣，未同未异，未真未妄，我在何门，佛在何位，未当别起，未复同源，即自然不执着于凡夫，不滥于圣位，不单至于爱见，不推让于佛心也。然出十众是一藏经所至法身中，第一众烦恼之病生起缘由，次三众渐渐加增，我法二执乃至初众，三毒道业会灭受报之状，后十众是法身信方服药，前三众汗出病差，菩提心开发，将理方法，六波罗蜜，渐渐减退，从六至九，乃至贫富，成佛，之状如有一人，在禅法身，诸根具足，杀功德，强壮，常住不变妄不能染，多义，杀妙用，忽然得病，无始无明，渐渐加增，其次七众乃至气绝，第十众为心头暖，赖耶时中无漏之众，呼吁良医大善之事，知其命在，见凡夫人及心是佛，强灌神药，初闻不信贫就不舍，忽然苏醒误解，初未能言，初悟之人未能说法，答他问难皆悉未得，乃至见语能说法也，见能行语，时得时波罗蜜，直至贫富成佛，所解记忆无所不为，神通光明一切众智，以法一一对合，何有疑而不除也，即知一切众生不能神变作用者，但以业识或病所居，非以法身不具妙德，今愚者难云，汝既顿悟即佛，何不放光者，何书令病未平复之人变作身上本意，然是医处方必先后脉，若不对病状轻重，何辨方书是非，若不约痊愈浅深，何论将理法则，法一一二，故今具数迷雾各十众之本末，将前经论统三种之浅深相对照之，如指皮掌，劝诸学者善自安心行，即任随记一门解，即须通达无碍，又不得虑其天局，便莽荡无所指挥，须洞见源流，令分疏脉，必使同中见义异处而同，镜像偏差，莫执豪丑，镜明衣香，莫记青黄，千气一金虽无阻隔，一诸千影缘不混合，见智运心等虚空界，防非察念在毫厘间，见色闻声自思如影响否，动身举意自料为佛法否，美善利贪自想无嫌爱否，炎凉冻暖自叹免避就否，乃至力衰毁欲称饥苦乐，一一审自反照实得情意一种否，
必若自料未得如此，即色未似盈，声未似香也。涉时顿悟终须渐修，莫如贫穷人终日属他宝，自无半钱分。六祖大师云：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须一切法？今时人但将此语轻于听学，都不自观时无心否。若无心者，八风不能动也。摄习气未尽，嗔念任运起时，无打骂仇他心；贪念任运起时，无营求令的心；见他荣盛时，无嫉妒求胜心；一切时终于自己无忧激动心，无恐人轻贱心，乃至种种此等，亦得名为无一切心也。此名修道若得对为顺等境，都无贪嗔爱恶，此名得道，个个反照，有病即治，无病勿药，问贪嗔等即空，便名无一切心，何必对治？答若尔汝今忽遭重病痛苦，痛苦即空，便名无病，何必要治？须知贪嗔空而能发业，业亦空而能招苦，苦亦空止魔难忍，故前途中云：体空成事，如雾目上鬼全空，止魔惊人，得奔走道地，头破额裂。若以业即空，空止魔道业，即须知地狱烧煮痛楚亦空，空止魔楚痛。若云亦任楚痛者，即现今舍友人以火烧刀灼，汝何得不认？今观学道者，闻一句为情语犹不能认，岂肯认烧灼乎？如此者时中有九也。问上来所叙三种教三宗禅，时所以识别义轮回及修正，又各十众里无不穷事无不备，焉寻完未足可修心？何必更读藏经及集诸禅记数过百卷？答众生或病各个不同，数等尘沙，何为八万？诸圣方便有无量门，一心性相有无量义。上来所述但是提纲，虽统之不出所尘，而用之千变万事，况先哲后俊各有所长，古圣今贤各有所立，故及诸家之善记，其中徒有不安者亦不改意，但一切意义者著而圆之，文字繁重者著而变之，仍于每一家之守著平大义。提纲亦在张网，不可去网存纲。华严云：张大交往，路人天语，至灭案，举领亦在的一，不可弃一取领。若但急而不续，如无刚之网；若但续而不急，如无网之刚。思而惜之不凡涉难，然克己独善之备，不必辨寻。若欲为人师之，直须背通本末，好学之士批阅之时，必须一一详之，是何综合教之意，用之不错皆成妙药，用之差户皆成反恶。然结集四地不易排轮，具入道方便集合，先开本心，四通理事，四赞法圣妙科是过患，四劝戒修习，后世以对治方便见四门户。
金玉依此编织，乃觉师资朝暮颠倒交不稳便。且如六代之后，多数依真。达摩大师却教四行，不可孙位不守，祖位莫偏。数日之中思为此事，欲将达摩宗之外为首，又以彼诸家所教之禅所述之理，非代代可知。通方之常道，或因以彼修炼功至正德，即以知是人，求那会筹卧轮之类；或因听读圣教生解，即以知摄众，会闻禅师之类；或降其机而至性，依时间警测群迷，至功夫大士王范志之类；或高其节而守法，依国中鬼范僧侣、庐山远公之类，其所制作；或永歌至道，或皆叹弥凡，或但是意，或为力行，或龙罗珠蛟，竟不止难；或偏赞一门，事不通众，虽皆禅门影响佛法生黄，若始终依之为是家法，即未可也。天台言教广本虽备有始终，又不在此集之内。以心传四为达摩宗，心是法源，何法不备？所修禅行四觉一门，所传心宗直通三学，况复寻其始。使者迦叶阿难，亲禀释迦，代代相承一面授。三十七世有云：西国已有二十八族者，下祖传序中，极具分析，至于无师，免思和性德，为释迦三十八代嫡孙也。故今所及之四者，先入达摩一宗，次编诸家杂述，后写印一宗圣教。圣教居后者，如是上官寺文案曹判未先，尊官判后也。为写文刻的者十余卷也。就当宗之中，以尊卑朝暮辗转轮序而为四帝，其中顿见相见，理行相三，地相解复，自然心无所住。净明云：贪着禅位是菩萨富，以方便生是菩萨解。又瑜伽说悲增至增，互相解复，悟修之道既备，解行于是圆通。四棒懒诸家以广文见，然后捧读圣教，以印始终，岂不因此正法久住在？于之志虽无所求，然护法之心，神理不应屈。我既习之功，先祖不应舍我，法师之恩，后学不应孤我。如不孤不屈不舍，即愿共诸同源，速会诸佛会也。禅缘诸全集都续卷下之二案，附图三章。因电脑无法按原样排出，故仅将其标位即名相知相互关系排出，而原图中的所有说明，则用附注的方法按层次标出。图一本诀。点 one。一顿悟本诀。点 one。迷二不觉。点 two。悟时成佛。点 two。有三念起。点 three。有九离念。点 three。十四见起。
EA four. 十八薪自在。EB four. 重五进线。EA five. 重七色自在。EB five. 六十法。EA six. 六法空。EB six, E four. 七十我。EA seven, E five. 五我空。BB seven, 八烦恼。BA eight, 四开发。BB eight, 九造业。BA nine, 三修五行绝妄念。BB nine, 十受报。BA ten, 二不苦发心。BB ten, 狼士。树望生灭门干 P C 一 B 一 B A one 耶识奉性 W 顿悟 B 一灵体空 C 二 D 一灵众生心 A 一仿 H 原灵真实心不空 B 二灵真真如门灵真如C 三离言 B 二 B A two 灵望时空 D 二空 E 三灵不变 C 四附注 A 一经云一时境界者所谓众生心乃至心有二种一者真二者妄论云所言法者为众生心是心总摄一切事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诃演义 B 一论云已不达依法借故忽然念起名为无名无名所然有其然心却然根深沉竟纷然分别缘虑如上寝卧之人梦见自身贫贱种种异状种种忧喜又如迷丧雾目位为人身神鬼不同不睡之身不迷之目也 B 二论云是心从本已来自性清净荡然空寂了然之觉如福德智慧相自端严富贵之人于自宅堂中寝卧亦如旷野雾目 B A one 由真随缘故妄时成事未生灭 B A two 由真不变故妄其本空未真如 C 一六道凡夫之本 C 二三乘贤圣之本 C 三心真如者即是依法界大总相法门体所谓心性不生不灭又云所谓心性常无念故名为不变 C 四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第一为有众生欲善知识开示上说本觉真心素是曾闻今得悟解四大非我五蕴皆空发起四种信心第二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为是一心故名真如第一一信根本乐念真如法故二信佛有无量功德常念供养三信法有道利益常念修行四信僧能证修行常乐亲近精进无怠一二已有自体具足无漏性功德故又云已显法体空无妄故即是真心常恒不变净法满足一三从本以来一切然法不相应故未离一切差别之相以无虚妄心念故妄念分别皆不相应也第四此是迷真如妄
从微细顺次升起辗转至初之香。一五，此事勿忘归真，从粗重逆次断除辗转至细之香。Yeah, one. 为一切众生皆有本觉真心，灵如富贵人，端正多智在自宅中住也。Yeah, two. 为欲善有开示，法尔本来不觉，不觉迷真也。论云不如实知，真如知法如宅，中人睡自不知也。Yeah, three. 不觉故法而念，岂如睡法而有梦。论云以一不觉故，心动说明为夜三细相此其第一也。A four， 念起故有能见，相如梦中之相也。论云以一动故，能见不动则无见。A five， 以有见故根身世界妄现，如梦中别见，有身在他乡，贫苦即见种种好恶事境。Yea, six. 不知境从自心，岂直未直有名为法直。如正梦直法尔，必直梦中所见之物未直有也。Yea, seven. 直法定故见，自他之书记，自为我名为我直。如梦直必认他乡贫苦之身为己本身也。Yea, eight. 直四大为我身，故攀爱顺情境，称为情境于计效。如梦在他乡所见为顺等是亦攀称也。Yea, nine. 由三毒激发故，造善恶等业。如梦中或偷夺打骂或行恩不得等也。Yea, ten. 业成难逃如影响应于行生，故受六道业系之苦。以受之身非可断法，故无对治之法。如梦因偷夺打骂被捉加禁绝罚，或因行恩得报举荐拜官属之也。Maybe one.五前一番前二位第一众。Baby two。发悲志愿是正大菩提见修菩萨解行。论云发悲心者欲度众生。发志心者欲乐达一切。发愿心者欲修万行以资悲志也。Baby three。五行。一随分之。二戒十恶，若出家即习头陀，三忍他恼，四精进不怠，五止观住境，止一切净正念，唯心观察世间无可爱乐，觉知前念起恶能止后念令其不起也。Baby four， 即前悲志愿心今开发也。论云信成就发三心，一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二身心乐习诸善行故，三悲心欲拨众生苦故。Baby five， 离我执故无自无他，于真如理身解现前所修离相异知性体无牵无染离嗔离带常即常照。故随顺修行，师界忍尽惭愧六度。Baby six， 法无性故常空常幻物色空不异也。Baby seven， 色自在得以正，尽是自心所现故于色自在融通定慧利用我法双亡。Baby eight。心自在得不见外，有定时之境故于一切自在无所不照。Baby nine， 满足方便一念相应，觉心出起心无出相，离微细念心即常住，觉于迷缘明究竟觉，从初发心即修无念至此方得成就。Baby ten。正而实无有始觉之意，
本来平等同一，觉故名于根本真净心源。应用尘沙尽，未来即常住法，借感而即通明大觉尊。此上是标位，标此图中之位也。云众生心者是，在禅佛性本论即经皆目为如来藏，即一门真妄下各二，亦是真如门即离耶识根本义理。两判是所标心中性真如相离耶染不觉位中诸法，净觉中诸法，法体也。迷时无漏净妙，得用但隐而不灭，故真如本觉在有漏时中。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是此意也。物时有漏染相蔽，无故无明实相妄念业果等，不在真如门也。唯净妙得用独在真如心中，明知为佛也。图二体大法身，第一相大佛应身，第二用大 A 一报身，第三附注 A 一真如用者诸佛本在因德行六波罗蜜摄化众生大方便智，除灭无明见本法身自然而有，不思议业用变，一切处随其众生见闻得意。第一真如自体相者，有大智慧光明，遍照法界真实，实之常乐我净等义故，具足如是过恒沙不思议佛法，满足无有所少，名为如来法身也。第二依凡夫二乘心所见者，名为应身，以不知转时现故见从外来取色分歧不能尽之故。第三依诸菩萨从初发意乃至时地心所见者，名为报身，身有无量色，色有无量香，香有无量好，所住一界亦有无量种种庄严，随所示现即无有边不可穷尽，皆由无漏行及本觉之所成就，具足无量乐相，故名为报也。图三一本觉一悟本觉三不觉二不觉十成佛三念起九离念四见起八心自在五净现七色自在六执法六法空七执我无我空八烦恼三毒四开发三心九造业三修五行十受报六道二不苦发心狼士数望生灭门干 PC1 耶识奉性 W 灵体空 C2 灵众生心 A1 仿 H 圆灵离烟灵真真如门灵真如不空 B1 灵言说灵不变C 三空附注 A 一论云所言法者为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诃演义。B 一论云心真如者，即是依法界大总相法门体，所谓心性不生不灭，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为是一心，故名真如。 C1 六道凡夫之本 C2 三乘贤圣之本 C3 一言说有二种，一者如实空以能究竟显实故，二者如实不空以有自体具足无漏性功德故。Underscore underscore underscore
万善同归即送，延寿数万善同归即去朝奉。郎守司农少卿，致仕清车都尉，长兴县开国，南十邑300户，赐飞于代沈镇，传击夫享四名之广。非去留而服冲，积食得之尊。非去善而服，去然则深不可测者。在虎积纳而久，胜不可知者。在虎积修而勤，沈妙绝垂涎。玄通立交，苟一毫而向善，可三界以超尘蔽，也物昧真权于阳绝路。树建模而成熟，根钻养而克勤，亦则非圣非凡。在迷在悟，欲深积于圣欲，当具格于凡心。匪一世以君，逃避多门而练习，或教言曲妙，标佛笼之挥游，或禅理深容爱，曹溪之疏郁。不可直空而离游，不可背时而从无。要是全疑原归实相，全宽寂了虚空可存故。达者转物以明，心可言妙用。迷者暗闻而至交，岂未通方。或克合于金龙，或坚持于绿虎，或沾李荣之锦苑，或绕行进士之琴曲，或口诵尊名，或心观乐土，或功以图色无，众富以呼贫，或施及善，波无增好而减恶，是如君等利益幽龙。凡一律一禅当资呼戒福，造经造相必戒呼多位，莫为有以之显及心而佛。从凡超圣未有不修之世家，从妄入真未有不正之达摩。在人崇道，非佛意图，常贵精勤无从待意重。分因之顺息言，大道之根源疑，愧如亏和至微之阵。三成或废难登此忍之门，则无自我之心，则无舍彼之善，必求全德，方可质疑。心非非心，法非非法，要在心传心而应可。法受法以师资匪交，善于依于一粒精于万行，菩提之子可众安养之，方可修明。则而生兜率天昧，则而审阿鼻狱，言如自泥，即往水而行舟。性若稍通非，渡河之用法。前圣后圣皆是因心，彼时此时曾合一法，一法在非在心空浮空，无修而无所不修，真修亦敏，无助而无所不助，真助皆亡。明耳群生含资一性，本无殊特为外物之所牵，苟不修明何中经之，能度如资妙善可谓真归。故前哲之吕言，彼后坤之元学，乃搜罗交木，是欲迷情者也。至觉禅师性，悟机缘才风学技，朗生机喜与诸法以同福，今世流通与诸佛而和气。念他以则如自己，观他心则如自心。常传万善同归，即上中下三卷，所以劝一切有缘者也。或诸子名流资黄法系善男善女，高行高才，但至公而至勤，则无贵而无贱。立生之良药，是求佛之要金，莫非扩诸经诸论之法，言作未觉未知之先犯。周旋劝导紧密修持，永未犯花之权衡之宗门之准度云耳。今法会愿至如，
堂主素资人性，公见圣犹见贤，儿童己之贤，见善儿童己之善，总明知之论言，兴义士之凯府福利，资身方便不少，而又自轻难处，既出见资照，未畅虑之龙，人目高明之助，圣元既及能治必行，因漏板已成边，贵修身而有间，将垂不朽妙，托非才如真性，昧动威严魁书要，伪成家请难克故辞，辽树既往赶逃跳让，时圣宋熙宁五年归七月七日序，万善同归集卷上杭州会日，永明寺智觉禅师延寿树夫众善所归，皆宗十香，如空包纳，似得发生，是以淡气一如，自含重德，然不动真迹，万行长兴，不坏原生，法界现，既不合用，俗不为真，有无奇观，一迹平等，是以万法为心，应须广行诸度，不可守于空坐以至真修，若欲万行其心，毕竟须依理智，理智无何，其道在中遂得自他坚立，而圆同体之悲，终止该罗，已成无尽之行。若论理智，幽止难明，细而推之，非一非一，是以性直之理，相虚之事，利用交彻，书卷同直，体全变而不差，机能所而自别，是因理立，不因理而成事，理因事彰，不坏事而显理，相资则各立，相摄则俱空，隐显则互兴，无合则其现，相非相夺，则非有非空，相即相成，则非常非断，若离事而推理，堕生闻之余，若离理而行事，同凡夫之职，当知离理无事，泉水是波，离事无理，泉波是水，理即非事，动之不同事，即非理，能所各异，非理非事，真俗俱亡，而理而至，二地立，双照即假玩而幻存，双遮即空泯然梦寂，非空非假，中道常明，不动因缘，明亏离体，故菩萨已无所得，而为方便，设有而不乖空，依实际而起化门，履真而不合俗，常然志趣，不昧心光，云不辞门，波腾形骸，遂得同尘无合，自在随缘，一切之位，无非佛事，故盘惹经云，一心具足万行，华严经云，解脱长者告善财言，我若遇见安乐世界阿弥陀佛，随意即见，乃至所见十方诸佛，皆由自心。善男子，当知菩萨修诸佛法，敬诸佛刹，积其妙行，调伏众生，发大誓愿，如是一切，悉由自心。是故善男子，应以善法扶助自心，应以法水润泽自心，应于境界静置自心，应以精进坚固自心。
应以智慧凝立自心，应以佛自在开发自心，应以佛平等广大自心，应以佛实力照察自心。古德是云：心该万法，为非但一念，观佛由于自心。菩萨万行，佛果体用，亦不离心，亦去妄执之知。未有记云：万法皆心，认知是佛，驱驰万行，岂不虚劳？今明心虽即佛，久亦尘劳，故以万行增修，令其盈彻。但说万行由心，不说不修为是。又万法即心，修何何心？问曰：祖师云，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体。涅经云：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如何劝修？故为祖教。答祖一句中，教文破的，若禅宗顿教，敏香离缘，空有俱亡，体用双髻，若华严原指，俱得同时，理行其夫，悲至交际，是以文书以理印行，差别之意不亏。普贤以行言理，根本之门迷废，本末一计，凡圣同源，不坏俗而标真，不离真而立俗，具智眼而不没生死，运悲心而不致灭，以三界之有，为菩提之用，处烦恼之害，通灭之心。夫万善是菩萨入圣之资粮，众行乃诸佛助道之阶见，若有目而无足，岂道清凉之时？得时而忘全，牺牲自在之欲，是以方便盘惹，常相辅翼，真空妙有，共成持，法华会三归一，万善悉向菩提，大品一切无二，众行贤归众智。故华严经云：第七为行地，当修十种方便会殊圣道。所谓虽善修空无相无愿三昧，而慈悲不舍众生，虽得诸佛平等法，而乐常供养佛，虽入观空智门，而勤积福德，虽远离三界，而庄严三界，虽毕竟寂灭诸烦恼厌，而能为一切众生起灭贪痴烦恼厌，虽知诸法如幻如梦如影如像如焰如化如水中月如镜中像自性无二，而随心作业无量差别，虽知一切国土犹如虚空，而能以清净妙行庄严佛土，虽知诸佛法身本性无身，而以相好庄严其身，虽知诸佛因生性空寂灭不可言说，而能随一切众生出种种差别清净因生，虽随诸佛了知三世为是一念，而随众生一解分别，以种种相种种时种种结束而修诸行。维摩经云：菩萨虽行于空，而执众得本，是菩萨行。虽行无相，而度众生，是菩萨行。虽行无作，而现受身，是菩萨行。虽行无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萨行。古德问云：万行统为无念，今见善见恶，愿离愿成。
其意身心，岂当未到达此离念而求无念，尚未得真无念，况念无念而无何乎？又无念但是行之一，岂知一念顿圆？如上所引，佛指幻然，何得空腹高心？以少未足，你欲挖显海量，盈眼日光乎？问敏觉无际，静至俱空，世祖佛指归圣贤要路，若论有作，心境宛然，平和交闻，广陈万善，达诸佛如来一代时交，自古及今，分宗慎重，撮其大约，不出三宗，一相宗，二空宗，三性宗。若相宗多说是，空宗多说非，性宗为论真智，即同曹溪见性成佛也。如今不论见性，往时正宗多指是非，纷然正净，皆悟了祖佛秘意。但训言权，如教中或说是者，即一性说相，或言非者，是或相显性，为性宗一门，显了实质，不说是非。如今多重非心非佛非理非是敏觉之言，以为玄妙，不知但是遮权治病之文，只此方便，认为标的，却不信表权直指之交，顿疑实地，昧却真心。如楚国于人任鸡作凤，由春池小而直直喂猪，但任浅近之情，不探深密之志，迷空方便，岂识真谛？问诸佛如来三乘焦点，唯有一昧解脱法门，云何广说世间生灭缘起？你心即失，不顺真如，动念即乖，唯于法起。答若论一相一味，此乃三乘全交。约理而言，即以一切因缘而未过患，今所及者为显缘宗，一一缘起，皆是法界实德，不成不破，非断非长，乃至神变之位，皆法如是故，非假神力暂得如斯，才有依法缘生，无非性起功德。华严经云，此华藏世界海中，无问若山若河，乃至树林尘毛等处，一一无不皆是称真如法界具无边德。问经云，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又云取相凡夫，随一味说，若得离本，万行俱圆，何须是机而兴造作乎？答此是或贪的直取之文，非干因缘是相之法。净明经云，但除其病而不除法。金刚三昧经云，有二路，一理路，二行路，以理导行，以行原理，又菩提者，以行入无形，以行者缘一切善法，无行者不得一切善法，岂可治理亏行之行为理？祖师马明大乘起信论云，信成就发心有三：一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二身心乐及一切诸善行故；三大悲心，
欲拨一切众生苦故。论文上说法，借一相佛体无二，何故不为念真如？复假求学诸善法之行。论答譬如大摩尼宝体性明净，而有旷慧之垢。若人虽念宝性，不以方便种种魔智，终无得尽。如是众生真如之法体性空尽，而有无量烦恼垢染。若人虽念真如，不以方便种种修，亦无得尽。以垢无量，便修一切善行，以为对治。若人修行一切善法，自然归顺真如法故。略说方便有四种：一者行根本方便，为观一切法自性无生，离于妄见，不住生死，观一切法因缘和合，业果不知，起于大悲，修诸福德，摄化众生，不住灭，以随顺法性无住故。二者能止方便，为惭愧悔过，能止一切恶法，令不增长，以随顺法性离诸过故。三者发起善根增长方便，为勤修供养礼拜三宝，赞叹随喜劝请诸佛，以爱敬三宝醇厚心故，信德增长，乃能至求无上之道。又因佛法僧力所护故，能消业障，善根不退，以随顺法性离失障故。四者大愿平等方便，所谓发愿，尽于未来，化度一切众生，使无有余，皆令究竟无余孽，以随顺法性无断绝故。法性广大，遍一切众生，平等无二，不念彼此，究竟寂灭故。牛头荣大师问：诸法毕竟空，有菩萨行六度万行否？答：此是三乘二见心。若观心本空，即是实慧，即是见真法身。法身不住此空，未有运用觉知，即是方便慧。方便慧亦不可得，即是实慧，不相离。前念后念，皆由二慧发，故云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先得问云：即心是佛，何假修行？答：为是故，所以修行。如铁无金，虽经锻炼，不成金用。贤首国师云：金佛之三身直波罗蜜，乃至菩萨利他等行，并依自法融转而行，即众生心中有真如体道。今日修行引出法身，由心中有真如相道。今日修行引出报身，由心中有真如用道。今日修行引出化身，由心中有真如法性自无偏贪。今日修行顺法性无偏，引出含波罗蜜等。当知三修道，不曾心外得，依法行依行，何以故？但是自心引出自性行性，而起修之，故知摩尼审尼不能于报，古净机构焉能见人？虽心性原明本来具足，若不众善显发万行魔智，
方便引出成其妙用，则永亦克臣，常轮时害，成望生死，上尽菩提。是以祖教分明理事相及，不可偏聚而逆见合。问善虽胜恶，念及乖真，约道而言，俱非解脱。何须广劝至正修行，既设因缘，时防于道，达是出世间，以上善为本，初即因善而去路，后即假善以铸成，时为越生死海之周行，去灭成之道路，做人天之基地，为祖佛之圆墙，在尘出尘不可暂废，时善可过，宏在于人，若贪着得过，生有漏之天，不值得为入无为之道，运小心堕二乘之位，发大一生菩萨之阶，乃至究竟圆修，终成佛果，已知非观上善能为至何之因，全在行人自成得失之咎。故华严经云，时不善业道，是地狱畜生恶鬼受生之因，时善业道，是人天乃至有顶畜受生之因。又此上品时善业道，以智慧修习，心狭劣故，不三界故，却大悲故，从他闻声而了解故，成声闻成。又此上品时善业道，修至清净，不从他教，自觉悟故，大悲方便不具足故，悟解甚深因缘法故，成独觉成。又此上品时善业道，修至清净，心广无量故，具足悲悯故，方便所摄故，发生大愿故，不舍众生故，希求诸佛大智故，敬至菩萨诸德故，敬修一切诸度故，成菩萨广大行。又此上上十善业道，一切众清净故，乃至正直立四无畏故，一切佛法皆得成就。是故我今等行十善，应令一切具足清净，乃至菩萨如是积极善根，成就善根，增长善根，思维善根，细念善根，分别善根，爱乐善根，修习善根，安住善根，菩萨摩诃萨如是积集诸善根矣。以此善根所得依果，修菩萨行，于念念中见无量佛，如其所应，成事供养。又云，虽无所作而住善根。又云，虽知诸法无有所依，而说依善法而得出离。大智度论云，佛言，我过去亦曾作恶人小虫，因积善故乃得成佛。又如十八不共中，有欲无减者，佛知善法恩故，常欲集诸善法，故欲无间，修集诸善法，心无厌足，故欲无间。如一长老比丘目岸，自逢僧伽离，任托与诸人言，谁恶欲为福德者，为我认真。尔时佛现其前语言，我是乐欲福德，无厌足人，持汝真来。是比丘废，见佛光明。又时佛音声，白佛言，
佛无量功德，海皆尽其边底。云何无厌足？佛告比丘，功德果报甚深，无有如我之恩分者。我虽复尽其边底，我本以欲心无厌足故得佛，是故今犹不息，虽更无功德可得。我欲心亦不修，诸天世人惊悟，佛于功德尚无厌足，何况于人。佛为比丘说法，是时肉眼朗明，慧眼成就。又云，佛言若不成就众生进佛国土，不能得无上道。何以故？因缘不具足，则不能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因缘者，所谓一切善法，从初发以行谈波罗蜜，乃至十八不共法，于是行法中无一想分别故。问夫如来法身湛然清净，一切众生为客尘所蔽，不得现前。如今旦夕攀援，定水成镜，何须众善向外分持，反被真修但成劳虑，达无心即现。此是了因，福德庄严，须从缘起。二因双倍佛体，方成诸大成经无不具载。净明经云，佛身者即法身也，从无量功德智慧生，从慈悲喜舍生，从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进禅定解脱三昧多闻智慧诸波罗蜜生，乃至从断一切不善法及一切善法生如来身。又云，具福德故不住无为，具智慧故不尽有为，大慈悲故不住无为，满本愿故不尽有为，此乃自备源泉。不尊佛语，你捉灭之父欲审解脱之坑，栽莲花于高原，植甘种于空界，欲求菩提华果，何出得成？所以云，入无为正位者，不生佛法耳。乃至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无价宝珠，如是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得一切至宝。问入法以无德为门，履道以无为先道，若心众善，岂有得心？一为正宗，二亏实行，达以无德故无所不得，以无为故无所不为。无为起初未终，无德非虚德外，德与无德既非全别，为与无为亦非分同，非别非同，谁言一二而同而别，不可偏差。若迷同别两门，即落断肠二执。所以华严离世间品云，知一切法无相是相，相是无相，无分别是分别，分别是无分别，非有是有，有是非有，无作是作，作是无作，非说是说，说是非说，不可思议。知心与菩提等，知菩提与心等，心即菩提与众生等，亦不生心颠倒想，颠倒见颠倒，不可思议。于念念中入灭尽定，尽一切漏而不正实际，亦不尽有漏善根。虽一切法无漏，而知漏尽，亦知漏灭。虽知佛法及
是天法，是天法及佛法，而不于佛法中分别是天法，不于是天法中分别佛法。一切诸法悉入法界，无所入故，知一切法皆无二无变，亦不可思议。问一切众生不得解脱者，皆未认其假名，逐妄轮回。楞严经中，唯令以战劝其虚妄灭生，福还圆觉，得圆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心，然后圆成果的修正。云何一向训思假名，论其散善，转增虚妄，起意初心，达名字性空，皆为实相。但从缘起，不落有无。法句经云：佛告宝明菩萨，如且观世诸佛名字，若是有说时与人，应得冲击。若名字无者，定光如来不受我记，即与汝名如无受者，我不应得佛。当知自具其已久如，以我如故被显诸法，名字性空不再有无。华严经云：譬如诸法不分别自性，不分别因生，而自性不舍，名字不灭，菩萨亦复如是，不舍于行，随事所作，而于此而无执着，是以不动实际建立行门，不坏假名圆通自性。问何以不任运腾腾无心何道，岂须万行动作观心，达古得显佛果有三：一、王言觉行，独明法身无作果；二、从行见修，未满三果；三、从出理智自在圆融果。此是上上根人，圆修圆正，虽一念顿具，不方万行之位；虽万行之位，不离一念。若王情明和，各是一门，持素任机，法无前后。问处目菩提，举足皆道，何须别立是相道场？意念劳行，起邪妙智，达道场有二：一、理道场；二、是道场。理道场者，周遍沙尘；是道场者，静得言事，然因是贤理，借理成事，是虚难理，无不理之事，理实应缘，无何事之理，故即是名理。虚假庄严，从俗入真，唯凭见利，为归境之本，作特发之门，笃相言心，自他坚立。指观云：圆交初心，理观虽地，法忍未成，须于静得言见道场。昼夜六时，修行无悔忏六根罪，入观行即成戒坚极，理事无暇，诸佛威加，真名顿发，直至出住，一生可接。上都疑云：夫归命三宝者，要指方立相，助心取静，不明无相离念也。佛玄之凡夫气，心尚乃不得，况离相耶？如无数通人居空道舍也，依宝相等三观，必得不疑。佛言：我灭度后，能观相者，与我无异。大智论云：菩萨为以三世无厌，一供养佛无厌，
二文法无厌，三公己僧无厌。天台智者问云：世间有空行人，执其失空，不与修多罗河。闻此观心，而作难言。若观心是法身等应处处平等，何故？心相生静，指目生慢，静慢亦故，则非平等。非平等故，法身亦不成。答我以凡夫为中观如是相耳，为欲开显此实相，恭敬经相，令会不复，使无量人从善去恶，令方便不复，岂与汝同耶？乃至广兴法会，建立坛以守绝加持，言其盛事，遂得道场现证诸佛威加，皆是大圣垂慈，是其要诲。或睹香华之香界得众亲，或见普贤之身，最缘毕竟，因资法事缘备，佛道狭隆，现思感通，归平有据，是以虚尊往圣，是印典章，不可凭虚出于胸臆毁得坏善，翻堕邪轮，波有凌空，往投邪。问金刚盘惹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如何立相标行而称罪是？答西元敏是：此事破相宗，直论贤理，即是大成始交，未得有无其形体用交彻。若曰圆门无何，性相融通，举一微尘该罗法界。华严经云：清净慈门，沙尘树，共生如来一妙香，一一诸香莫不燃。是故见者无厌足。法华经云：汝证一切智实力等佛法，具三十二香，乃至真实灭。大灭经云：非色者，即是声闻缘觉解脱；色者，即是诸佛如来解脱。岂同凡夫恒执顽合之境以为实色？二乘天正挥断之智而作真行，是以六根所对，皆见如来，万象其观，圆明法界，岂待消行灭影方成玄去乎？问及心是佛，何须外求？若任他尘，自法即隐，达诸佛法门，亦不一相，皆有自利他利自相共相。十玄门之该设，六相一之融通，随缘四分，曰性常合，从心现境，境即是心，设所归能，他即是自。古德云：若执心境为二，遮言不二，以心外无别尘故；若执为一，遮言不一，以非无缘故。净明经云：诸佛威神之所建立，智者大师云：夫一向无生观人，但信心意，不信外佛威加意。经云：非内非外，而内而外，而内故诸佛解脱于心行中求，而外故诸佛护念，云何不信外意耶？夫因缘之道，进修之门，皆众缘所成，无一独立。若自力充沛，即不假缘；若自力未占，
虚凭他事。譬如世间之人在官难中，若自无力得脱，虚假有力之人就脱。又如天拽重物，自力不任，虚假重他之力，方能移动。但可内量实得，终不以自防人。又若直言内力，即是自性；若言外力，即成他性。若云机感相投，即是共性；若云非因非缘，即无因性。皆是何直，未入缘成。若了真心，即无所住。问经云：观身实相，观佛亦然。一念不生，天真顿冷，何得唱他佛号？广诵于经，高下轮回前后生灭，既防禅定但训音声。水动诸昏明当明和，达夫生未重义之福，言皆解脱之门。一切去生，生为法界。经云：一一诸法中，皆含一切法，故知一言因中包罗无外，十界具足三地理缘，何得非此重彼，离相求真，不穷动静之源，遂至与末之师。故经云：一念出气，无有出香，是真护念，未必息念消声方明实相，是以庄严门内，万行无亏，真如海中，一毫不舍。且如刻念尊号，交友名闻，唱一声而罪灭尘沙，具十念而行七净土，整微波难，舔障消冤，非但一期暂波苦心，托此因缘中头绝害。故经云：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又经云：受持佛名者，皆为一切诸佛共所护念。宝积经云：高声念佛，魔君退散。文殊盘惹经云：众生愚钝，观不能解，但令念声相续，自得往生佛国。智论云：譬如有人出生堕地，即得日行千里，足一千年满中七报，以用之佛。不如有人于后恶世称一佛生其福过彼。大品经云：若人散心念佛，乃至必苦，其福不尽。增一阿含经云：四世供养，一言福其一切众生功德无量。若有众生善心相续，称佛名号，如一翘除以牛，牛如请，所得功德过尚不可思议，无能量者。华严经云：住自在心念佛门，知随自心所有欲乐，一切诸佛现其相，故非西和尚高声念佛三昧宝王论云：遇大海者，以用于百川；念佛名者，必成于三昧。亦由清珠下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祭气之后，心佛双亡，双亡定也，双照会也，定会祭君。亦何心而不佛？何佛而不心？心佛既然，则万境万缘，无非三昧也。
随复患之。于起心动念，高声称佛哉。故业报差别经云：高声念佛诵经，有十种功德：一能排睡眠，二天魔经部，三生变十方，四三途西苦，五外生不入，六令心不散，七勇猛精进，八诸佛欢喜，九三昧现前，十生于净土。群疑论云：问名字性空，不能全说诸法，教人专称佛号，何意说时冲击乎？答若言名字无用，不能全诸法体，亦应唤火水来，故知全体不空。于兔思得，故使范王齐请转正法轮。大圣应机宏宣妙旨：人天凡圣贤秉正言，五道四生并尊一训。听闻读诵利益宏深，称念佛名往生净土，亦不得为言名字虚假，不有全说者乎？论云：问何因一念佛之力，能断一切诸障？答如一香盘盖，四时由寻一兰林西香。又譬如有人用狮子金以为琴弦，其声一奏，一切余弦悉皆断坏。若人菩提心中行念佛三昧者，一切烦恼一切诸障皆悉断灭。大集经云：或一日夜，或七日夜，不作余业，至心念佛，小念见小，大念见大。又盘惹经云：文殊问佛云：何速得阿菩提？佛答：有一行三昧，欲入一行三昧者，应须于空闲处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念依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相，能于依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昼夜常说，智慧辩才中不断绝，是之佛力难思，玄通忐忑，如石溪铁，似水投河，慈善根利，见如是事，至心归者，灵感昭然。问凡所有相，皆有虚妄，但有好境，取即成魔，何得的相清心而悉敏感耶？答：修行立志，圣境方明，善缘所生，法尔如是，故将正直地相接现前，是以至贴名家，道高魔圣，或禅思路，微而变异相，或礼诵恳志，暂睹家祥，淡了唯心，见无所见。若取之得心外有境，变成魔事；若舍之得播散功能，无门修尽。摩诃论云：若真若伪，唯自妄心现良境界，无有其实，无所得故。又若真若伪，皆依真如，皆依法身，无有别意，不断除故。智论云：不舍者，诸法中皆有助道力故；不受者，诸法实相毕竟空，无所得故。台教云：疑者言大乘平等，何相可论？今言不耳，由平等静静故诸业相现，令止观言心，心见明镜，
赵州善恶，如竟被魔万象自现，视之不有而有，无性原生，有而不有，原生无性，常明实际，中道凌然，心期不生，分别情断，虚怀纪律，何得失之所获乎？又若讽诵一点，受持大成，功德幽深，果报玄妙。如今佛心比笑，譬如一人变若文殊，教化四天下人，皆至一生补处，隔梁功德，不如香华供养方等经典，得下等宝。又阿难以审期佛现身证明，实有此事。又如说修行，得上等宝，受持读诵，得中等宝，香花供养，得下等宝。法华经云，供养四百万亿阿僧世界众生，乃至皆得阿罗汉道，尽诸有漏，于身禅定，皆得自在，具八解脱。不如第五十人闻法华经一记随喜功德，百千万亿分，不及其一。又经云，若人读诵经处，其德皆为金刚，但肉眼众生不能见耳。南山感通传云，其佛金塔中有银印，若诵大乘者，以银印印其口令无遗忘。普贤观经云，若其众犯戒，欲依弹指请除灭百千万亿阿僧劫生死之罪者，乃至欲得文殊药王诸大菩萨时香花助力空中侍奉者，应当修习此法华经，读诵大乘念大乘誓，令此空慧与心相应。大盘惹经云，无诸恶兽焉学寂静而未居止，所谓闻法昼夜六时，勤加赞讽，生离高下，心不冤外，专心一时。贤于经云，行者欲成佛道，当乐经法，读诵演说，正是白衣说法，诸天鬼神悉来听受，况出家人。出家之人乃至行路诵经说记，常有诸天随而听之，是故应勤诵经说法。以上皆是金口成帝之言，非是妄心梦浪之说，是以至心诵者，正言非虚。常为十方如来世家闻佛密垂护念，赞言善哉，受手摩头，共宿衣服，摄受缚主，随喜威加，乃至神王护持，天仙给事，金刚拥从，示范赞华，成就福音，等法界虚空之际，良孝良功德，圣沙七宝之师缘，乃至凡智通灵，肉身不坏，舌变红莲之色，口腾紫檀之香，闻一句而必去菩提，诵半句而攻其大觉，书写经卷，报受御天，供养持人，福过诸佛，可谓法威得力不思议门。万瑞千灵因资而感，三贤十圣从此而生，亘古该今从凡至圣，三业供养十种受持，尽秉真权传持不绝，今何起谤而断转法轮乎？问经中赞如说修行。
身解意趣，勤求无念，默契玄根，云何劝修广兴唱诵，答若曰上上圆根，大机纯熟无诸遮障，顿了顿修，若妄念不生，何须助道？大凡微细想念，佛地方无，故安般守一经序云，弹指之间，心960转，一日一息13意义，亦有一身，心不自知，有比众夫也。是之请陈帐后，足径良难，若非万善助开，自立恐成机智。又若论福业，便行门中，万行庄严，不舍依法，皆能助道，显大菩提，具足十种受持，亦无所合。故《法华经》云：尔时天世界微尘数菩萨摩诃萨，从地涌出者，皆于佛前依心合掌，瞻仰尊严，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于佛灭度后，世尊分身所在国土灭度之处，当广说此经，所以者何？我等亦自欲得是真经大法，受持读诵解说书写而供养之，以知登得菩萨非独为他解说，上自发愿诵持，何况初心而不领受，但先求信解悟入，后即如说而行，口眼心思助开正慧，若为穷宗旨，且训文言，虽不亲明，亦善本，盘惹威力，出后明资，于正法中发一微心，皆是初因，终不孤弃。问欲真实经，应念实相，既望能所，诵者何人？若云心口所谓，求知了不可得，究竟推荐理出何门？答虽观能念所诵皆空，空非断空，不可能诵所持为有，有非实有，不空不有，中理皎然，知无则堕其邪空，没有则成其天假。是以一心三观，三观一心，即一而三相不同，即三而一体无异，非合非散，不动不恒，存明末是非焉局，常明三谛，总合一成，万行度门，贤归实相，又所难念诵有方禅定者，且禅定一法，乃四遍六通之本，是隔烦恼圣之因，摄念少时故称上善。然须明审调消息之时，经云：如坐禅昏昧，须起行道念佛，或至诚喜忏，以除重障，特发身心，不可却执一门以为究竟。故此敏三藏云：圣教所说正禅定者，至心一处，念念相续，离于昏掉，平等持心。若睡眠腹胀，即须特动念佛诵经，礼拜行道讲经说法，教化众生万行无废，所修行业回向往生西方净土。若能如是修习禅定者，是佛禅定与圣交合，是众生眼目，诸佛印可，一切佛法等无差别，皆成一如成最正觉。
皆云：念佛是菩提因，何得妄生邪见？故才教行四种三昧，小乘具五官对治，亦有常行半行种种三昧，终不一向而局坐禅。金刚三昧经云：不动不禅，离生禅相。法句经云：若学诸三昧，是动非是禅，心随境界生，云何名为定？起信论云：若人为修于智，则心审眉，或起懈怠，不乐众善，远离大悲，乃至于一切时一切处，所有众善随己贪能，不舍修学心无懈怠，唯除坐时专念于智。若于一切悉当观察应作不应作，若行若住若卧若起，皆应止观具行。是以若能通达，定散具得入道。若生智合，行坐皆即成非。南岳法华忏云：修习诸禅定，得诸佛三昧，六根性清净菩萨。学法华具足二种行，一者有相行，二者无相行，无相安乐行，甚深妙禅定，观察六情根，有相安乐行，此一劝发品，散心诵法华，不入禅三昧，坐立行一心，念法华文字，行若成就者，即见普贤身。是以智者修法华忏，诵至药王焚身品云：是真精进至明真法供养如来，顿悟灵山如同极其，乃至密持神咒，灵矿照然，护正防邪，降魔去外，至众昏之巨障，灭机劫之深刻，现不特之神通，是难思之感应，扶其广业田比于央，仰凭法力难思，遂至安然入道。是以或因念佛而证三昧，或从坐禅而发慧门，或专诵经而见法身，或但行道而入圣境，但以得道为义，终不取定一门，唯凭专制之成，非信虚诞之说。问行道礼拜，畏惧真修，阻力克冲之天，佛有摸牛之窍，故智论云：须菩提于时智悟了法空，得先礼佛。四十二章经云：心道若行，何用行道？豁然全智，何故非为？答：若行道礼拜时不生因众，既无关会又不专精，虽身在道场，而心缘意境，这有为之相，迷其性空，岂能作之心？生诸我慢，不了自他平等能所虚玄，倘设资轮身当前则。南拳大师云：微妙净法身，具相三十二，是不许分计心量。若无如是心，一切行处乃至盘指合掌，皆是正因，万善皆同无漏，使得自在。百丈和尚云：行道礼拜慈悲习舍，是沙门本质，宛然依佛事，是不许执着。法华忏云：有二种修，一是中修，若理念行道，悉皆一心，无分散意，
二理中修，所作之心，心性不二，关键一切悉皆是心，不得心相。普贤观经云，若有昼夜六时理十方佛，诵大乘经，思第一义甚深空法，于一坛直请，除百万亿那由他和杀劫生死之罪，行此法者，真是佛子，从诸佛生，十方诸佛及诸菩萨为其和尚，是名具足菩萨戒者，不须结魔，自然成就，应受一切人天供养，且行道依法，悉天天众，绕百千匝，方知一拜。经云：一日一夜行道，至心报四恩。如是等人得入道集，绕塔功德经云：勇猛勤精进，坚固不可坏，所作速成就。思悠悠绕塔的妙紫金色相好庄严身，现作天人师。思悠悠绕塔，华严忏云：行道步步过于无边世界，一一道场皆见我身。南山行道疑云：夫行道障尽未思，无定日现。若论障尽，佛得乃王。心灼灼如火燃，行跳跳如履刃。疑云：若从来不行道业，相无因而现。经云：众生如大富盲儿，虽有种种宝物，而不得见。今行道用功，构除心境，如一眼开明，如水澄净，净众相皆现。亦如日照火珠，与火变出。问诸法实相，无善恶相，云何有现耶？答虽无我无道无寿者，善恶之业亦不亡，诸法无相能是有相，行者行道不念有相，不念无相，但念念功成，其相自现，犹如盆水处于密室，虽无心分别众相自现。问相现之时，真伪何变？云何分别而取舍耶？答若取如取虚空，若舍如舍虚空。问有人久修不正者何耶？答经云：众生心如镜，镜构相不现。问论云：行道念佛与作念，功德如何？答譬如逆水张帆，游云得往，更若张帆顺水，速即可知。作念依扣，上乃八十一劫最消，行念功德，岂知其良？故记云：行道五百遍，念佛一千声，事业常如此。西方佛自成，若礼拜则屈服无名，身头绝地，致敬之极，如树道山峰。业报差别经云：礼佛一拜，从其膝下至金刚髻，一尘一转轮王位，获十种功德。一者得妙色身，二出言人信，三出众无畏，四诸佛护念，五俱大威仪，六众人心腹，七诸天爱敬，八俱大福报，九命中往生，十速正灭，三藏乐那云：发至清净离者，良由达佛境界，慧心明利，了知法界本无有何，有我无始顺于凡俗，非有有相，非合合相。
今达自心虚通无何，故行礼佛随心献粮，礼于一佛即礼一切佛，礼一切佛即是礼一佛，以佛法身体用融通故，礼一拜便通法界，如是香华，种种供养力通于此，六道四生同作佛像。文殊云：心不生灭故，境理无所观，内行平等，外顺修静，内外明和，明平等理。法华忏云：当礼拜时，虽不得能理所理，然影现法界，一一佛前皆见自身礼拜，略引祖教，理事分明。不可灭佛意而毁经文，据天见而伤缘智。问文殊云：心同虚空故，境理无所观，甚深修多罗，不闻不受持，如何执相称礼佛？训文云：诵经为大事之成言，施诸佛之身智，达此虽曰理而述，且无事而不显，从事而知，又无理而不圆，理事相成，方显思智。夫言心同虚空故，境理无所观者，此事或其能所知见。何者心同虚空，不见能理，无有所观，则无所理。如是理时，非对一佛二佛，心等太虚身变法界，不闻不受持者，不闻则无法亦可观，不受持则非文字可记。如是持经，有何间断？亦是说者无事，听者无得。然虽曰理，非为事外之理，既不离事，即是理中之事，此乃正理时无理。当持时不持，不可依语而不依意，而心断灭天枯之见乎？问六念法门，十种观相，虽称诸道，训想圆尘，撇起乖真，何如净念？达无念依法，众行之宗，微细俱亡，唯佛能净。故经云：三贤十圣住果报，唯佛一人居净土，况居凡得又再出心。若无住道之门，正道无由独现，且六念之法能消魔患，增进功德，福特善根直观之门，善离贪的，前清浊念，密契真源，皆入道之要心，尽修禅之妙轨，四障有福威之力，如船破道岸之功，立备宫中，船障俱舍。问首楞严经云：持梵但树身，非身无所述。法句经云：界性如虚空，持者未迷道，何苦坚持是相？局念居身，悉不放旷纵横，虚坏履道，达此破执情，非戒得。若见自持他犯，起机毁心，戒未防非，因防增过，如斯之类时未迷道。净明经云：非净行非垢行，是菩萨行，故不得持犯二边，是真持戒。大盘惹经云：持戒比丘不生天堂，破戒比丘不堕地狱，何以故？法界中无持犯故，此亦破着了诸法空，
是你双持身心俱净。又若论纵横自在，唯佛一人持境界，其余皆名惑界者。待席上被净迁，现行起桃源赋，三业难护放一根身，游醉向无钩吃缘的树，奔波大雍生鸟背龙。若无定水界相汇聚，无由照迹，是以菩萨禀戒为师，名尊佛事，虽行小罪犹坏大惧，紧结无犯轻重等时，昔世积贤恐生一棒，夫戒为万善之基，出必犹护。若无此戒，诸善功德皆不得生。华严经云，戒能开发菩提心，学士劝修功德地，于戒即学常顺行，一切如来所称美。萨遮尼前子经云，若不持戒，乃至不得戒赖也甘身，何况当得功德法身。月灯三昧经云，虽有色足及多闻，若无戒是由禽兽，虽处卑下少闻见，能持境界名圣事。智论云，若人弃舍此戒，虽山居苦行食果服药，与禽兽无异。若有虽处高堂大殿好衣美食，而能行此戒者得生好处，即得道果。又大恶病中，戒为良药；大不畏中，戒为守护；此暗明中，戒为明灯；于恶道中，戒为脚梁；此海水中，戒为大船。又如今末代宗门中，学大乘人多轻戒律，称是执持小行，失于戒极，所以大灭经佛临灭时，福律贪长，则成戒聚集，故号此经，为赎常住命之重宝。可以故，若无此教，但取口解脱全部修行，则成戒聚失。故经云，失罗不清净，三昧不现前，从定发慧，因是贤理。若却三昧，慧何由成？是知因戒得定，因定得慧。故云，赎常住命之重宝，何得灭佛受命坏正律仪？为何和海内之死尸，作长者园中之毒树，众圣所得诸天所喝，善神不侵恶鬼薛稽，居国王之德生作贼身，处阎罗之相死未遇足，诸有志者一旦思焉，问空即罪性，业本真如，取相增侠，如何忏悔？答若烦恼道理浅何疑，苦业二道，须行试忏，投身归命与泪跳成，感佛威加，善根顿发，四时华德日夫荣。若沉静欲摸光耀，三障除而十二缘灭，重罪消而五阴舍空。罪圣王经云，求一切智静智不思意志不动智三秒三菩提正遍之者，亦应忏悔灭除业障。可以故，一切诸法从因缘生故。又经云，前心起罪如云覆空，后心灭罪如聚破暗，须知聚灭暗生，要须常然忏聚。弥勒所问本愿经云，弥勒大士善权方便安乐之行，得至无上正真之道。
昼夜六时正一竖起。下西的得向于十方。说此偈言，我毁一切过，劝诸众道德，归命礼诸佛，令得无上慧。大吉经云，百年垢衣可于一日换令仙境，如是百劫中所及诸不善业，以佛法力故善顺思维，可于一日衣食尽能消灭。又经云，然诸佛中忏悔畏罪，除大障故，或大善故。论云，菩萨忏悔贤悲满目，况不蒙大圣力思设法，报罪守死长劫受殃。婆沙论云，若人于衣食对十方佛前，待为一切众生修行无悔，其功德若有行良者，三千大千世界的不尽。高僧传，谭策于道场中行忏，见七佛告曰：汝罪已灭，于贤劫中号普明佛，司大禅师行方等忏，梦犯僧四十九人，命中受戒，倍加精苦，了减三生。智者大师于大苏山修法华忏正劝陀罗尼变，沙门道超于道场中修忏，独言笑曰：无价宝珠我今得矣。东都英法师讲华严经，入善导道场，便由三昧悲泣叹曰：自恨多年虚费光阴劳身心耳，高僧会成学穷三藏，被司大禅师呵曰：君一生学问与无智手，犹未得暖虚藏功夫，是入观音道场正解众生语言三昧。经云，昼夜六时行上法者，如持七宝满阎浮提供养于佛，比前功德出过其上。经云，不能生难遭之想，今生末世但见一行礼仪端肃，涕零血泪救功，如入庙堂不见阎浮，故司大禅师行方等而了见三生。高僧谭策入道场而亲蒙十号，智者正劝陀罗尼变，道超获无价宝珠，此皆投身忏门，归命佛语，智资玄感，顿灭圣阶，是以忏悔济智等觉，未有一分无名，犹如微烟，故须洗涤。又法身菩萨上勤忏悔，岂况业系之身而无众垢，所以十八不共法中三业清净，为佛一人。南岳大师云，修六根忏，名有相安乐行，直观法空，名无相安乐行，妙正之时，二行俱舍，问结业及解脱真源，罪垢不住三际，何补了无生而直灭，虽有作而劳功乎？答夫罪性无体，业道从源，不染而染，习垢非无，染而不染，本来常净，业性如是，去取犹难。一切众生业通三世，真慧不发，被二障之所缠，妙定不成，为五盖之所缚，为缘成佛旨，须于净处言见道场，苦道肯成，普待有情勤行忏法，内则为平自立，外则全养佛家。
遂得仗尽至明。云开月朗，是以非内非外，能回所忏俱空，而内而外，性罪遮千万耳。故菩萨皆尊至交，说毁先罪，而不说入过去，且登得入位，上喜垢已除瑕，毛道散心，却含虚而拱手，问净明经云：罪性不在内外中间，岂是虚狂？何间不信？谤正法轮，只有所作罪根，实乃众增其病。答佛与称帝：理事分明，能拨身疑，善开众惑。若深信者，一闻千悟，称说而行，既当前非，不行后过，步步关照，念念无差，此乃素习轻微，善根深厚，成戒聚集，理行相从，思及深达教门，坚持佛语，何须试探？过自不生。如若垢重障身至荒得薄，但空念一切罪性不在内外中间。